对，这个现在心情如何呢？这次除了自己的专辑入围七项，然后还包括一个这个最佳作曲人，是帮洪佩瑜写的。对，现在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是，你们今这一次最想拿哪一个奖？还是全部都想？就是这个。我现在心已满足，我心已满足。今年先生也入围了最佳 MV 啊，对，你都忘记这件事了。我超希望他得奖的，我现在还没满足。好，那我们希望等一下会在这边看到他。人就是念到你的名字的那个时候的心情怎么样呢？我的旁边坐着是葛大为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我跟你说，我以前的经验就是，只要念到自己的名字，就会一片空白。结果叫到我名字，真的就一片空白。是，对。然后我走上去，因为前面拉拉得奖的时候，我已经很想哭了。对，我其实已经一片空白，就叫我自己的名字，就整片白。”白惨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不过我觉得这次典礼很贴心，有安排那个提字机，而且我有带那个大钞，是我有记得要带，对。